主内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网上的各位朋友平安，欢迎你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。我叫王浩然，是王浩然牧师。我现在要给大家朗读我自己创作的颂主诗歌，在2012年到2013年哈读神学院的时间所创造的颂主诗歌。我认为呢，这个颂主诗歌呢，基本上涵盖了圣经的一些主要内容和真理，希望你喜欢。好，我现在要朗读的是第九部分，赞美三一真神，用国语朗读。主啊，我还要赞美圣父、圣子和圣灵，赞美圣父赐下真神，赞美圣子赎罪救恩，赞美圣灵感动万众，赞美真神万福之源，天下万众都来颂赞，赞美圣父、圣子与圣灵，阿们。上面是颂主诗歌的第九部分。 OK， 谢谢，再见。